其實我覺得有啲似折紙嘅，我依家做緊嘅嘢。我爸嘅朋友介紹嘅，都知唔正啊，咁咪揾翻手藝咁咯。三年呢種，通常都係三，我哋嗌三年五師嘅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叻啲咪早啲咯。初咧就都係跟阿師傅睇下點做，即係啲流程係點啊。嗰段時間都係遞下架撐啊，搬下嘢，睇下師傅點做。即係做下難嘢嘅，睇一個月都係。咁啊，開始做掹喉啊、突喉啊，開始跟做呢個嘢啦。都係兩大類，即係工業同埋家用品咯。最旺就八十尾九十頭啦，因為好多商下起嘛。咁啊，大量需要通風系統嘅嘢咯，好大影響。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已經搬上大陸做啦，啲師傅工嗰邊嗰 part 搬上去開料啊、埋喉啊啲，而家變咗香港做主要係裝嵌咯，變咗你而家你新入行咧又好難學到嘢，即係你唔能夠從工作裏面學習。以前我哋一路做一路學噶嘛，師傅叫你，唔好。掉咗手上嘢，過嚟睇下我點樣再開料，會有咁嘅情形嘅。但依家你根本就冇咁開料呢 part， 已經搬咗上大陸噶啦，已經。咁你變咗你學唔到咯，開料嗰度。據我所知，有啲依家係唔識開料嘅，就係識畫圖啫。都 OK 嘅，唔係太辛苦啦，都唔係太輕鬆。有時都要體力勞動啊，好似開料會踎喺度踎足成日，你腳會膝頭骨會好辛苦咯，會。裝後可能要搬嘢擔擔抬抬咁啊，又辛苦咯。喺度嗰下做啲乜嘢啫？有時可能坐咗一日，乜都唔使做，都有糧出都得，都幾污糟下嘅。我做好似我開料咁，我踩住張料開，咁啲鞋啊嘅幾乾淨啲鞋底，係咁踩嚟踩去都係。通常我膝頭哥啲位置，嗰度褲嗰位置咧黑掹掹嘅，膝頭哥啲位置一定少少啦。其實都幾嘈，因為。都幾厭惡的，啲人唔中意我嚟埋喉嘅，因為將件嘢埋突埋咧，做成一嚿封喉咧，嗰下會好嘈嘅。自己做咧反而唔覺得太嘈啊，人哋話嘈，我哋都好懷疑真係好嘈咩 ？OK 啊，唔係話太犀利啊咁樣。冇諗過係可以咁樣，好多嘢係，反而佢哋嘅設計咧，俾我好多唔同嘅諗法。即係以前冇諗住可以做家私啊、燈啊、台啊、燈啊嗰啲，完全冇諗過嘅。我哋做風喉就好簡單啫，一嚿通風一個管道咁樣做成，咁就簡單，唔會話太諗到太複雜嘅嘢。佢做呢啲嘢比較複雜啲嘅結構，你點樣令到個收口做得成咧？如果唔係你。做唔成個收口變咗，做唔好嗰樣嘢變咗係，而且有啲學生做嘅嘢係我完全更加唔係我想諗到嘅嘢添，好似可以做科裝台啊個效，仲用其他膠片碰埋個效果又幾好喎，因為冇諗住用其他物料碰埋增加個效果。咁其他譬如做燈嘅話，有一眼好不規則嘅燈咧，做出嚟效果係其實是。我睇落好普通咁嘅嘢，但係一著燈咧個效果又覺得好好喎。雖然係裝飾性嘅燈嚟嘅，唔係實用性嘅，但係個你用嚟做擺設都 OK。做翻啲家品嘅嘢，可能有啲人中意啲特別嘅嘢，可能係一個出路。我覺得訂造形式嘅嘢，唔好即係。是咁就咁噶啦，冇得，因為有覺得有啲人有個需求。了解星器嘅特性同埋可以做啲乜嘢咯？佢諗法唔係我可以諗到嘅嘢，我不過係，因為我唔會向呢方面諗，佢可以諗嘅嘢係更加天馬行空。因為我都發覺自己比較實用性嘅多嘅，
我不會向那方面想的東西他都會想到，通常我覺得不 OK 的，但他要做我都 OK， 你照想，不要理那麼多，做了先說，解決問題先，做不做到那樣東西，做出來效果怎樣，不要理他先，就是這樣而已。